本片感谢阴风寿司独家赞助播出。天使红加冻真的好好吃哦。阿莫，家去哪？我们今天去吃烧饼。会掉芝麻的那一种烧饼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的烧饼不掉芝麻，会掉肉。好烫啊！欸，很香欸，它这样闻就有那个肉馅的香，因为它肉馅啊，你刚才如果看到我拍到，它超夸张的，这样差不多整个拳头可以握住的一碗肉，在那个整个那个它的烧饼里面，这里哈他们都不叫葱肉饼，都叫烧饼。准备好接受地狱的试炼了吗？快吃哦，废话一堆。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来，你是，连纸袋隔着哪都超烫的。啊，观众就喜欢看你被烫到啊！我如果那个口腔癌会食道癌，拢是恁害的。啊，我到时候要去祭拜你嘛。没有，你先来医院看我。啊。哎、欸，刚吹有那个面香哎、欸。它每一口都吃哦，每一口，因为它是肉压挤进去之后压平，它每一口都有肉。我干，好酥哦，外面像饼干一样，然后里面那个肉馅跟肉汁会一起进来。哎、欸，但是甲壳不一样哦。我稍微分析一下啦。好，你分析。入口的时候，我不是跟你说吃进去那个味道很丰富，然后味道很重，但是呢，你把整个吃完，如果你是跟我一样没有加酱油膏，它的那个咸度啊，其实是偏高的。你说那个肉末的咸度？肉末的咸度其实是偏高，所以你吃到最后，因为那个东西要趁热吃，如果冷掉了，那个外皮会浮一层油。反油出来，反油出来，对啊。如果你是现吃这样酥酥脆脆，然后整个这样完整的吃完一个，我刚刚一个就够了。你吃第二个，我觉得那个入口的那个重口味哈，可能会太重。它不会让你意犹未尽再想吃第二个那种感觉吗？会觉得一个就够了，但是不难吃，它是好吃，但是你吃第二个可能就没那么好吃，真的、哦，那种感觉。因为我现在嘴巴就还是会留那个肉末那个咸味。在你的口腔里面，你就会想要喝饮料，这样、不像我们不是有吃另外一间也是叫烧饼吗？新化烧饼，它的就是第一个吃完，因为它味道比较均衡，比较没有那么偏咸啊，或者说偏另外一个口味。可是我觉得说不定加蛋也帮了它吧？啊，对，应该是加蛋，因为油都在蛋子上面嘛。没有、啊，就是因为它蛋没有调味啊。哦，因为没有掉那个盐，没有人加蛋会调味的嘛。对，所以你勾的肉末可能很咸，可是你咬到蛋就被稀释掉了、啊，平衡掉了。对啊，所以如果是另外一间烧饼，然后再加蛋，好像可以吃到第二个啊。对啊，啊这一间有写啊，坚持不加蛋，坚持不加蛋。啊、你还可以边加蛋哦、喔，你若加蛋，头家会甲你挂哦、喔。夜用油甲你破啊。系啊，讲甲你讲袂使加蛋造啦。他会给你。你看阿波脸上坑坑巴巴吧，对吧？对吧？他得大概被烧饼都红破啊，都被破啊，这不是玻硫酸哦、喔。嗯，哎，讲到玻硫酸，过去的情史不堪回首。什么情史啊？情史啊？没有啊，因为我们不是跟娜娜拍影片嘛，对不对？他后面留了一句话，我有一点伤心。他留了什么话？他说我过去应该是一个渣男。什么渣男？就是我本人像甘蔗，哎，入口是甜的。然后呢？但是最后只剩下渣，你应该是没丢弃的甘蔗。什么意思？就入口也不甜，然后最后还是一堆渣。好了，麦昆生巧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而且我是非常为人正直，而且非常非常爱护女性，爱护小动物，然后非常爱护身边每一个人。我想要按暂停。你想要按暂停？对啊。时间停止器，你不要都看到，你看好不好？我讲时间暂停，你现在是讲 SOD 计划。我是说小叮当，你看。阿波到底有多渣？我在讲小叮当，你不要这样。你在想小叮当吗？噔噔噔噔噔，时间停止器真拿你没办法。你昨天看到是盗版的吧？啊，小叮当都会讲这样。小叮当会讲的这么恶心的话，这是山猪在讲的吧？山猪，我在讲，没有啦，他不是都会
大熊真拿你没办法。我就拿一个武器，你明明就是模仿山猪版的小叮当，是吗？对啊，可是小叮当会这样吗？哆啦 A 梦会这样，小叮当不会，那是后来的，后来的哆啦 A 梦，哎呀，时间停止器暂停。所以如果你本人也跟我一样长，喜欢看特殊影片的，就是可以跟阿波分享哦。哆啦 A 梦的，哆啦 A 梦的 S O D 系列哦。好啦，来吃光麦啦！小五片，既然这么想，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。小五片，拜拜。